为了增进村邻之间的情谊，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在三展锤球场办理亲子趣味活动，同时也安排各邻的舞蹈表演以及趣味竞赛，希望大家走出户外，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110年度亚洲水泥公司回馈金补助，并且在三站锤球场扩大办理，由秀林乡公所指导，主办单位秀林乡秀林社区发展协会，协办单位为秀林村村办公处和亚洲水泥公司。秀林村的村民族人们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热闹的活动。秀林村办了亲子活动，这是两年来已经没有停办了。今天我们终于在8月27号办这个亲子活动，这是我们唯一村子里面社区里面四个部落的合作以及团队来参与这个活动。虽然天气那么热，大家都很踊跃又活络的参与这个议会的活动，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秀林乡公所以及我们亚洲水泥赞助的回馈金，还有我们的各机关各单位都一起来推动我们今天秀林乡秀林村第一次办大型的活动，是非常谢谢的我们公所的大力支持。我这里在祝福我们议会的社区的民众能够很快乐的办这个活动。亚尼公司花莲厂专员曾建龙表示，公司厂区为秀林乡境内，对回馈乡里的工作可以说是相当的支持。我们有这个周村长真的是非常好，他都为我们的村民的福利来做争取。那我们亚尼也有这个机会透过回馈金的机制，协助村办理这样子有意义的祖孙情亲子趣味竞赛的活动。我相信在村长的领导之下，我们尽可能的来协助村长为我们的秀林村谋最大的发展跟最大的福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亚尼在地方也能够尽一份敦亲睦邻的一个社会责任的心意真的非常感谢村长。秀林乡秀林村发展协会理事长周贤德表示，相当的开心，秀林村的居民们在假日之后一起走出户外来参加村内重大的活动，除了安排歌舞展演之外，也设计了多样的游戏来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大家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假期。记者蒋永学报道。